25岁的儿子和75岁的爸爸。制作组收到提报后，前往的地点是位于釜山的一个市场。听说有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四处走动，他们就在那边。一位体格健壮的男子和一位在旁边喂他吃饭的老人，老人亲手喂他吃鱼板。自己不能吃吗？是的，自己一个人不能吃，心智年龄只有1到2岁。男子的名字是康明素，2013年当时是25岁。他是您的孙子吗？是我儿子。父亲的名字是康亨秀，在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。他在大约50岁左右时得到了儿子，父亲牺牲了一生。他每天都独自骑摩托车带着孩子，即使下雨下雪，甚至在节假日时他也会四处寻找。父亲每天带着身体不便的儿子来到鱼板店，在那里喂儿子吃鱼板后，他们就会去超市。因为儿子患有强迫症，他坚持按照固定的路线从鱼板店前往超市。一到达，儿子敏苏就会坐在指定座位，这已成为他的惯例。因为不是开车而是骑摩托车移动，所以父亲用一杯热咖啡杯温暖了儿子因寒冷而变僵的脸庞。摩托车父子的家，外出后回到家给儿子换上衣服，但是从远处发现到引人注目的身体部位，位于胸部正中央的疤痕。胸部有一道大疤痕吗？3岁时留下的。3岁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原以为只有心脏瓣膜病，但在手术过程中打开胸腔后，发现肺部也有异常。晚年得子的喜悦转瞬即逝。在经历了一场攸关生死的手术之后，他们面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诊断。医生说有唐氏综合症。20年前，对于唐氏综合症的了解并不普遍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在无法接受儿子身有残障的事实后，妻子离家出走了。父亲在超过20年长的时间里，从未放弃过儿子，独自抚养了他超过20年。明苏吃一口，爸爸吃一口，我再看他是不是好好咀嚼再吞下，还是只是不咀嚼就吞下。如果不好好咀嚼就吞下，很容易消化不良。即便在父亲的细心照顾下，儿子也因唐氏综合症引起的心脏问题等并发症，随着年纪增大而日益虚弱。实际上，父亲也曾多次收到进入残疾人护理机构的建议，他们拿出了一份填写完毕的入住同意书。上面写着，即便发生死亡或任何事故，也不得提出任何异议。读过之后发现，这份承诺书简直离谱至极。正是因为父亲的责任感和持续不变的照顾，儿子不仅超越了因唐氏综合症并发症预期不会活过20岁的预测，现在已经年满25岁。父亲担心真爱的儿子留下来会遭遇苦难，因此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比儿子多活一天。儿子正专心地看着一本书，吸引他目光的是蜡笔小新漫画书。那是什么呢？书。明苏喜欢看书吗？明苏的智力虽然只有1到2岁，但他之所以能看书，是因为父亲每天骑着摩托车带他四处走动，教他识字。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容易，但父亲却因此深感欣慰和骄傲。明苏喜欢爸爸吗？有多喜欢呢？喜欢这么多。第二天，父亲再次带着儿子来到鱼板店，他让儿子坐下，像往常一样亲自喂他吃鱼板。说说看，请收下。给了儿子几张1000块的父亲，请收下，谢谢，再来吧。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付钱，如果不付钱就随便吃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不在了，我担心他擅自进别人的店，拿自己想吃的东西就走。他要知道不付钱是不行的。为了可能会一个人留下的儿子，父亲正在教导他经济观念。回到家的父亲亲自研磨药物，胃药需要一整年都服用，心脏药也需要一整年都服用。儿子所开的药物多达10多种。听说唐氏综合症的预期寿命只有20岁左右，通常会在20岁之前就会死去。唐氏综合症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，但是像敏苏一样同时患有多种并发症，那么平均寿命可能只有20岁左右。就算要勉强生存，也必须多活一天。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。虽然父亲全心全意地照顾儿子，但实际上儿子的健康每一天都处于危险之中。父亲的愿望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比儿子多活一天，也就是不留下儿子一个人，一直照顾他。几天后，制作组听到出乎意料的消息，再次来到明苏的家。我们收到消息后来了，在房间里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。在准备外出后，我去上厕所回来，顶多只有20-30分钟的时间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走了。明苏在2013年2月6号离世了。父亲在儿子的遗照旁放了一个东西，是儿子喜欢的蜡笔小新。给在天堂的明苏，爸爸很爱你，知道吧？但是对不起，
我会去找你的，然后下次也一起生活吧。我爱你，明苏。我也经历了离婚，独自抚养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女儿，我非常理解那种想要活得再久一点的心情，担心自己一旦离开，不知道女儿会遇到什么情况，即使将孩子先送走，会经历撕心裂肺的痛苦，但我也认为我绝不能先走，我希望能够一直照顾我的女儿，虽然失去儿子对父亲来说一定非常痛苦，但能在最后时刻守护着儿子也是一种幸运。每次看到下辈子我们也要一起生活这句话，都感到非常悲伤，看到爸爸放蜡笔小新的样子，最终还是忍不住流泪了。希望爸爸长寿健康，以后能与明苏见面，希望在天堂的儿子以健康快乐的模样迎接父亲，真是让人心酸。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，希望明苏与爸爸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，并以父子之缘再次相聚。